各位大家应该见到我稍微醉了个样子，那个 festival 短短一个礼拜都不够，那就完了，好像过了两个礼拜。我没有想过我有生之年会同音乐的同音乐同人的距离是这么近，经过今次这个 workshop 这短短几日，我是明白 musicians 其实 是有些是特别的使命，虽然这些使命呢并不是可以用物质去衡量，正如Ray 所说，我们是做一些美好的事，当我们去平复人的心里面的创伤，而只有艺术人，不论他是跳舞还是音乐人，如果他是 artist 的话，这个就是他的使命。我希望不论我去到哪里，我去到几大年纪都好，我都会记住将艺术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多些人能够明白是这样是很美妙的事，是很美妙的事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Okay. Oh. Is that okay?